头疼。那你就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会儿吧。嗯，你哪位啊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陈旭南啊。陈旭南？嗯，你不是。陈旭南才没有你这么温柔。你说什么？第一，陈旭南自以为是；第二，陈旭南霸道不讲理；第三，陈旭南就是个自恋狂，他的身材一点儿也不好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讲到第几了？第四。第四，陈旭南嘴巴很臭，讲话一点儿也不好听，缺点太多，我都数不过来。那优点呢？没有。这么说，你很讨厌他？穆芝芝，我其实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么一无是处的。就是，陈家我的房间，怎么回事？我去了那个酒吧，然后，我该不会是被那个酒保给……